这期视频我会示范如何在 Zoom 注册用户。OK，首先我们先打开 Zoom，然后点击注册。这里你需要输入你的出生日期。OK，然后点设置。然后这里输入你的电子邮件，然后你的名字，还有你的姓。OK，最后点注册。然后他会发一个激活邮件到你的邮箱里面，需要你去激活一下。OK，第一个就是了，点开邮件，然后点激活账户，然后这里会需要你设置一个登录密码。OK，如果你是代表学校来注册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打上勾，然后选择你的年龄群。OK，因为我不是，所以直接点 continue。然后这个他会叫你输入三个邮件地址，就是用来邀请你的同事加入 Zoom。如果不要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跳过此步骤。OK，这里它已经是帮你建立了一个可以进行会议的链接。如果你要开始会议的话，你可以复制这个链接，然后发给其他人，然后他们就会可以加入到你的这个会议里面了。OK，我先不需要开会议，前往我的账号。OK，这样就已经是注册好了。我们再回到 Zoom 的 APP，然后选择登录。输入你注册的邮箱地址，然后登录密码，点击登录。这个他会问你是否想要通过指纹来登录，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，选择取消。OK，这样就已经是注册好了。OK，方法就是这么简单，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。如果喜欢这类型视频的话，记得订阅、给赞，谢谢。